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看，谁回来了？ Chu Yuan 师兄来这儿干什么？今天我要和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玉初元将在我们的训练基地实习一段时间，兼职担任我们的队医。他每周会过来一到两次，调整大家的身体状况，治疗伤痛，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医学研究，希望大家配合他的工作。队医啊！ 大家好，朱元先辈好。队医好。朱元师兄好。若白，今天你带大家练习基本的腿法训练吧。是。来，跟我训练。是。朱元师兄来带我们队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。 在一个训练馆了，。初原哥哥，欢迎你来基地，以后我训练的时候也可以常常看到你了。我们去训练吧。 初原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还有事，你训练吧。 加速！对不起，若白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专心训练，别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继续。对不起。